多个手机吃螃蟹。 哪位男生是来看九妹？女朋友在哪里？哦，带女朋友来看九妹呢？哇哦，像你觉得这位帅哥？来，你不要跑，你不要跑。旁边这位女朋友对不对？请问你觉得你女朋友比较漂亮，还是九妹比较漂亮？哎哇，九妹，记得你要 block 她，知道吗？哇，是。
最近我们 OPPO Fold 的一个。哦 ，OK，OK，OK。对的，对的。好好好，那你们有看到 OPPO 昨天的一个 video 吗？有看到吗？没有看到没关系，因为不管你们最近听到什么谣言啊，小红书乱传什么东西啊，我们等一下就看大荧幕，我们来揭晓答案好不好？可以，可以，没有问题的。来，真的很酷，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非常喜欢银色。对，所以左边的 favorite color 是银色，各位。怎么这么巧呢？我也很喜欢银色。一起来揭晓，来，3、2、1。AI Studio， 哇 ，AI Studio。那刚刚我们NVIDIA 的就有讲它的。被一个173的枪挡着，但是不影响我们的眼神交流，好不好？等一下你们不管比什么，我们一定要聆听左边，有信心吗？有信心吗？啊，你好，你给我一个有力一点，你对着左边，你看着左边，对着啊，靠你啊，有信心赢左边吗？你好 ，I think itu muka juga， bukan ke？ You kerja sini？ You bukan spy 啊？ Bukan 啊？想提醒一下哦，他有可能会拒绝跟你上台。I think it's you， 你们的 level 跟这位小姐姐没有差别。Lock。我们拍一张照片吗？哦，你要搞掉。哦哇哦，不要乱乱伸啊。他好紧张哦，各位。你可以跟他讲。现场朋友，我们一起拍一个 story 好不好？ OK 啊。可是我没有想到，我们这个像我要想跑，让我研究一下哦，你研究的路线啊。我打算要跑这里的朋友，这里的。Hello。小薇，这个从头举手举到尾，这里，好，那有掌声嘞，选对人哦，我看好你啊，虽然 all day 不差，但是你家，阿鹏，不是他 ，sorry， wrong person， 你跑，你有喷水啊？小姐姐，我吃饭是走靠你的，好不好？你觉得是你吗？好，你跟我上舞台一下，好不好？来来，我对你有信心。你们同事对不对？不是的。谁觉得裴勇组的比较像赵？多两块半一张啊，我会做陶哥那边给你们算钱的，谢谢。好，我们先目送九妹，拜拜。但是谢谢你们，谢谢。我先回家，我要去吃早餐了，拜拜啊。要拍照，等一下我们就看缘分啊。OK， 谢谢你们 ，Enjoy Happy Meal。